看到吗？有没有人进来？五郎了。Hello， 各位午安。五郎了。Hello， 各位。我没塞，我爱关静音。对，要关静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六日大家过得怎么样啊？大家好。一直下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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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雨。不过这样也好啦，把我们水库填满满，但是不要淹水啊！一直下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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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雨。志贤，你回来了，志贤，很久不见哎、欸。志贤，你跑去哪里了？他都去别人那边啦、啊，他都看妹啦。你耳朵会不会痒？你只要没来，我就 Q 你。现在疫情，你能跑到哪里去？哦，你说，他说他上次帮台中分享三次是被锁六天，不能发言哦。那你再帮我发，你再帮我分享六十次，就被锁十二天，好不好？蓝正龙，你又热了。对，这边有点热。哦，因为这边比较没有冷气孔啊，电风扇也比较吹不到。对啊，真的。你们有没有想看什么？还是要给我们建议一下？就是直播的时候。你们有没有想看什么？还是要给我们建议一下？你们觉得我们要怎么互动，你们会比较开心？因为我们就是一直介绍我们自己的商品嘛。那我也不晓得你们的需求。那如果你有需求，你们真的可以私讯小编，我们下播后小编一定都会看留言。对，那如果没有及时回复，那就是我们在带预约的客人。对，志贤哥说他第一天被解封锁就来看你的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很感动？好感动哎、欸！志贤，你要不要算塔罗还是后卡？你心理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？林小姐想看衣柜是不是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介绍完，介绍有空闲的时间，我们大概介绍一下。有想要什么设计的衣柜吗？那、如果之前你没什么事，就不要算了啦。那代表你过得很开心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对。你现在有在上班吗，志贤？他说志贤说要买床垫，请你再给他一些优惠。没问题，一句话。你挺我，我就挺你。哎、欸，不过志贤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礼拜三啊一定要上来。如果你礼拜二有事没上来，我也不能勉强啦。但是你礼拜三一定要上来，我保证甜到爆。而且我那一天我只要介绍那一个。你有没有说你那天要把面具拿下来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说我要把面具拿下来呀、啊。那天我们应该会不错哦。哦，你家开店哦，笑脸蛋哎，你好。你家开什么店？阿曼达午安。快点，之前你家开什么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概。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有补货的一些沙发、啊，就是其实很多沙发就是客人可能来我们店里，然后都是一些我们热卖热销的沙发，可是大家都面具拿下，可是大家都不是那么的知道说哦，他到底补货了没有？对，那我们刚刚做了一些功课，就有帮大家查询一些。我们本身东道就很热卖的沙发，然后最近补货了，对，最近到货是可以订购的。然后我们刚好直播，现在货量也比较充足，那我们也给大家比较甜的价格。志贤他家开豆腐店啦，开豆腐店是不是？所以哈、哦，是嫩豆腐还是粗豆腐？粗豆腐的情况就种诶，嫩豆腐就是阿妹啊，你知道不？
好，我们要正题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聊天了。跟他聊天一下，好久没看到他，原来他是被封锁发言呐、啊。好好好。对啊。对。很坏哎、欸。我们不用分享三十次啊，志贤哥，我们十次就好了。你分享到你的极限就可以了，不然害你不能被不能讲话也不太好。对啊对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谢谢。谢谢你这么相挺，这么挺我们。对，好不好？那你那个豆腐店的资讯要不要给我们？可以。对啊，你豆腐店的资讯给我们、啊。对，要不要帮你们帮你？我帮你，我们帮你互相帮忙，我帮你贴啊。好啊好啊好啊，他说他传到我们粉丝团给我们看。好哦。OK OK。啊，你床垫，你说你要床垫，你要硬的还软的？对。你少年的应该是爱较困嫩的啦。对，我们这边床垫很多哦、喔。对啊，好好，我另外你私讯小编，我另外就是拍几款给你挑。对。然后保证给你甜甜价。对，甜甜价。啊、看你要几尺的。没错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下。就你有哦，志贤。胡姐，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、啊、一些补货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第一样商品是这张小 L 沙发，对，小 L 沙发，它可以变成凳，也可以变成固定 L， 对，就是它的凳，我可以挪开，可以挪开、哦、变成椅凳，对，朋友来位置不够坐，你就可以把它挪开，对，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固定 L， 左边右边都可以，都可以做使用。对，你就把这一颗长的，这一条长的拿起来，拿起来，然后放在这里。对，哎、我们这个要调过去好了，因为不然这边会不够。都有送这两颗抱枕哦。对，就是你买什么颜色，就是送什么颜色的抱枕。对，就是送什么颜色的抱枕。然后你就这样把它撸起，跨起，对，固定。它就是一个小 L 型，对，它就是小 L 啊，看你要左边还右边这里放，就是换那个坐垫的部分就可以做更改。然后布沙发不要再洗了，你就是用那种干洗的就可以了。水院有卖那种布沙发专用清洁剂，对，水院有卖那个沙发清洁剂，因为我们这个新货到啊。蓝正龙，你要给多少钱？我们先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啊，大家有没有兴趣好了啦。没兴趣的话，我们就不要报了，就不要报价。欠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坐一下，等大家进来，哎、欸，越来越多人喽。哎、欸，人数越多，我们越甜呐、啊，好不好？对，人数越多，我们越甜。你人数多，我就开心，我就随便乱卖，就随便乱卖，真的随便乱卖，好不好？还好之前不是说他家开豆腐店，然后不是说我不是在吃豆腐的，我要到处在吃豆腐。有没有人喜欢？对，就是如果是家里是那种小套房的，还蛮适合的。对啊，或者是家里空间比较小，那种两房一厅或一房一厅的都很适合。对，而且这个颜色其实我觉得也很百搭。对啊，就是它比较北欧感。对啊，然后也不会说看起来好像很好配色，让家里比较活泼。因为这个颜色真的会比较少见。对啊，对，这个颜色很少人可以接受，可是会配的人配起来就很美。对，因为沙发就是一个家里中的主角。对啊，所以它醒目一点，我觉得很 OK。嗯，对啊，因为你其他家具可能有些家具你一定就是木色嘛，它也不可能崩皮。其实现在很多人他会把其中一面墙漆成别的颜色。对。它的主墙面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去搭配。没错，有的人是刷在电视墙那一面，有的人是刷在沙发那一面，为了就是要跟搭那个搭配沙发，对对对，沙发搭一个配色。没错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，就是哎、欸、这个颜色会不会不好搭？这个不会啊，这个绿色，其实我觉得绿色真的是蛮好看的，看久了眼睛也会比较顺眼视啊。对啊，那假如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绿色，这张沙发还有其他的颜色，来，你那边还是在你那边还是在我这边？在你那边。哦，在我这边。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沙发的颜色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沙发有六个颜色，六个颜色，对，蓝的、绿的，还有一个是红色，它比较像枣红色，然后浅蓝、藏蓝色、
可以上我们官网看啊，等一下可以上我们官网看，可以等一下请我们小编去，等下我们小编会把我们的资讯贴在下方，对，它有六个颜色，然后看你，但是捕获的没那么多，因为有些色可能没有卖那么好的品彩哦，对，所以我们就问一下小编，就是还是有一些热卖色，比如说现在现场的这个绿色是热卖色，卖得很好，然后还有两款蓝色以及一款灰色，它对啊，深蓝跟浅蓝，深蓝跟浅蓝，然后跟一款灰色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。哎，把咖啡也弄好，礼拜。什么咖啡？咖啡色啊。没有。咖啡色不礼拜。对，所以现场有现货的是四个颜色。嗯。对，有绿色、两个蓝色跟一个灰色。对。对，都是比较好搭的配色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志贤，人数要掉下去了，快点。现在人数，你有付志贤钱就对了啦。没有，我会给他 VIP 的价钱 ，VIP 的优惠，只有志贤有哦，好不好？然后再造床垫给你。那我们看床垫，近看一下，我们胡宇姐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帮你瞧，你帮我近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张沙发。那它的总长，总长是多少呢？它是棉麻布的总长。来，总长是199公分，一九九就大概是200。然后深83，高82，三人加凳啊，三人加凳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 L 型的哦，所以就是可以随意的做更换。那假如说你家放不下 L， 它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小脚凳。对，你就把它换回脚凳。就是如果家里有客人呢、啊，要做什么，其实都是 OK 的。我再把它换回来哦。我们现在胡宇姐再把脚凳换回去，所以不一定说。一定要这么的，可以活用啦。对，是可以活用的。你要死板啊，看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。如果你想要中间是可以躺的，也可以，它没有一定的限制，就是你把坐垫下去做更换就可以了。对啊。那现在胡宇姐又把我们的 L 型换掉，换成原本的加凳。对，就变成三人座加凳。这样也蛮好做的。对。这样也蛮好做的，凳子坐一个客人一定是没问题的。你看我们胡宇姐坐的爸，烤腰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小朋友两个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啦。对，然后其实现在家里大部分，我就讲了，现在都是小家庭居多。对，小家庭居多，有的人就是放一个小茶几，然后前面沙发这边就铺一张地毯，对，可以让小朋友玩。对，没错。然后空间感也会变得比较大。如果说你不要有，我觉得有时候茶几也不是说一定是必需品。对啦，都可以放在旁边啊，小茶几啊。对啊，像这个我们你看哦，我们这样搭配，那我们要移的话是不是很方便？对，就是很简约。我要吃个东西，我拿过来跨啊，那我不用，我要跨脚。我把它移到旁边去就好了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其实很好搭，它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，然后其实你也可以这么做，这样子。这边哈、哦，分享，看你要分享到社团，社团，还是你直接撰写贴文分享，然后像我就会直接这样，然后发布贴文，要设公开哦，所有人哦，发布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。最好帮我放在社团啦、啊，社团比较多人哦。对，社团人比较多。那像我会分到社团啊，就是有一种专门在拍卖的社团，你不要乱分哦，因为你分了搞不好又被人家踢出去或是封锁。像这种批发的社团啊，我就分享。我们不是二手，但是也可以分享。对。我们价钱好像二手的价钱，话不是这样说啊，太便宜了。对啊，好，然后胡宇姐，我们跟大家好棒棒一起生活，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沙发。你介绍完，那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价钱。价钱是不是写错？原价是19899。我哪有写错？你写错？你写8999。11000都是，真的、哦？对，11899原价。那11899，对，那你折扣完你要卖多少钱？折扣完，对，反正我这一边给你开，现在现在没什么人呢，那我们卖贵一点好了啦。对啊，没什么人，才18个人，还是我们要，还是我们要，就是让这18个人享有福利。
原价是11899，11899。有电视柜吗？有哦。2380，2380，所以是238公分以内吗？詹小姐有写有打错吗？是詹小姐还是詹先生？好啦，就这样啦。嗯，好久没看到智贤了。对，好久没看到智贤。来，智贤标价 M01，原价是11899，直播价8700，要的 M01 加一。好，詹先生。可以再说一次，你要多少公分的电视柜，或者是你要几尺的电视柜？1尺30公分。对，1尺30公分。反了，好，马上调，马上调。安尼有变正吼？有。拍水。不好意思，原价是11899，直播价8000。哎，你好像在骂人呢。8700是什么意思啦？你去改这个。我就很喜欢七这个数字。这个很不吉利。你要我改。OK， 詹先生，238公分是不是？你家很大哦，是豪宅吗？豪宅哦。238公分很大呢。现在住豪宅，很有钱哦。我们现场没有那么大的。他伸缩的才有啦。对，伸缩的才有。要伸缩茶几才那个。等下介绍你一款蛮好看的，好不好？稍等一下。老板，这是蓝正龙说的哦，他说我开那个价钱不好看哦。对啊，你八千七，所以他叫我要开这个价钱哦。所以是凶手不是我哈。我们的比较北欧感的小 L 沙发三人座，我们近看给大家，原价是11899。好，你们可以先截图哦，哈，等一下给我们小编。直播价是8500。我们今天直播的商品就到八点前，没有在隔天了哦。对，没有隔天哦，八点前。我都忘记了。八点前，麻烦私讯我们小编，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加一。对，那如果不会用后台也没关系，直接截图。对，私讯小编。对，私讯我们。OK。电视柜238。对。詹先生住在豪宅哦，住豪宅哦，真的，当然38是真的蛮大的。那我们待会介绍你一款伸缩茶几。智贤，你要硬式的被沙哦，有皮的 L 沙发平价商品。好，等一下下播帮你处理嘿，你要注意我们的私讯哦哈。我等一下下播我帮你处理被沙，你要五尺的吗？你在跟谁说？智贤啊，智贤好。对啊，他要被沙五尺的、啊。OK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沙发就到这咯。对啊，因为没有人在问呢、欸。好像没有人特别的喜欢。那拜托明天不要来私讯我。要皮的是不是？真平凡说要皮的，要 L 型。皮的。平价商品。皮的。哪一个？那个有皮的奥特曼吗？那个有吗？你说奥特曼有皮的，只是我们现场摆布的雨果啊。哦、好，那等一下。那等一下让他看那个，但是大概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介绍那个另外一个也是热销的小沙发。对，刚大货哦，热腾腾的哦，小棍棍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。为什么这张会热销呢？因为这张很多人都把它放在房间里面，高背的，对，高背的沙发、嗯。然后它其实坐起来很舒服。你看所有坐下去、就是、都靠得到。你看所有坐下去，它的头部的一半都靠得到，对，所以是很舒服的。我都靠得到，就是完全就是把把，身高174，好不好？身高174，靠得到后脑勺，靠得到，完全靠得到。所以一般女生啊，比较娇小，一定没有问题。对，一定可以。那如果你是特别高的那种180的啊，嗯，你就把你上面再垫一颗就可以了。你就把旁边这个扶手绳啊，对，按那我都不是你扣袂丢。
有人问说有凉席吗？有凉席哦，凉席哈、哦，你去迄落什么？你去迄落饰品店买应该有，啊无就是爱去些老伙仔迄种店。凉席。对啊，凉席啊。对，我们都是以家具为主哦。对。凉席 ，Google 一下就有了吧？对，应该网络上很多地方都有在卖。对啊，你就 Google 一下凉席啊。那假如说，因为这个沙发其实蛮深的，所以蛮适合就是高的男生。抱一下他的床宽高好了。对，在你那边吗？在我这边，我这边是可以，还在后面这边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现在是双人的，它原价10799，它的宽是134，深度是95，高度是100。高度是100。对，高度是100。高度是100。对，所以它是算高背的沙发。高背沙发没错。然后它有一人、两人、三人。我们现在坐的这张是双人座。对，现在所有蓝正龙坐的这一张是双人的。对。那如果说你要单人或三人，你私讯小编，我另外一样会给你报价。对，会给你优惠。你私讯小编一样给你优惠。对，一样给你优惠哦，一样是直播才有的价钱。那这张沙发的特色就是它是高背的，所以它基本上都是靠得到的。那女生会不会觉得会担心说，我坐下来之后，我是不是太深，我靠不到？这沙发很贴心，它有附小枕，你就放在后面就可以了，腰靠啊，一定贴得到。我们胡怡姐坐下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后面就可以腰就腰靠啦，你不要定反过来啊，就一定靠得到啊。我是不用，因为我就160公分。如果比较娇小的女生，比较娇小的，对，啊、我160公分，我坐起来是刚刚好啦。但其实这个很符合人体工学，对，就是腰部也靠得到，对，因为它下面它做的很蓬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看，我给你们看哦，怎么会靠不到这样子？我这边把衣服塞进去，这样，你看哦，这边都靠得到。我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，而且你看哦，它是没有悬空的感觉。对，没有悬空的感觉。所以你腰部坐起来是很舒服的。对。是很舒服的。所以不用担心说，就是你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、欸，会不会靠不到？悬空，然后你坐起来又不舒服。然后啊，你看啊，像我160啦，这是两人的。我如果要这样子侧躺，这边有一个那个靠，就是小抱枕嘛。对。我还是可以躺的，脚伸出去就大概这样。反正我160公分。对。那如果你要躺得更，就是比较宽一点，你就买三人的就好了。对，没错。这座沙发它本身其实也有脚凳。它有脚凳，它有脚凳，要加脚凳，它有。对，你就可以直躺。对，你就可以直躺。对，只是说我们现场没有摆脚凳而已。它有大小脚凳、啊。对，有大小脚凳。三人的、啊，你就可以跪在前面。那如果你比较想要知道脚凳长什么样子，我们到时候可以传照片给你看。对。吴姐应该被困起啊、哦！丢啊，就。他这样躺下去不会不舒服哦。对，不会不舒服。他刚好在你的颈部这边啊。对，就是完完全全是靠得到的。哎、欸，小林有买过吗？这张真的很好做。是啊、哦，谢谢小林。是真的好做。他这一张真的很好做，是我们热卖款。是热卖款。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是在我们平常就是有一定的销量，然后最近就是大家之前早都大缺货。然后现在在补货，就是可以用预购的方式啊，但是现在已经到货了，对，不用预购。然后我们又给各位很优惠的价钱，我价钱又还没出来。我说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些补货商品，但是我们会给大家很优热卖商品，对，到货，没错没错。然后我们给大家非常优惠，非常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买的价钱。因为蓝正龙不能叫我写那个七呀、啊，所以我自动帮他改了。对，那这老板他叫我改的哦，哈。原价这张双人座是10799，对，我们现在直播没有，已经正了，已经正了。原价直播价是10799，我们现在直播是8500。我们胡姐好凶哦，叫他匹配叫叫到那大声呀、啊，够怕的啦，吃杂务。好不好？直播价是8500，8500。本来讲话敢那鸟声嘞，头都化解，我惊怕着惊。好不好？我们双人的高背沙发。对。对。
它这张真的很舒服，而且颜色很好搭。你想搭灰色本来就主色啊，灰色怎么配都好看啊。你怎么搭都好搭，随便你搭。然后旁边其实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把这张当在放在卧房，你看它是一个流线型的，对，而且它的扶手它很有曲线，对，它有曲线，它有很有设计感。它靠背都是可以拆的，它都是拉链固定的，然后可以拆。然后你看一下它站在墙上的面积多小，就这样而已，这么小，就这样而已。墙上的面积，移到了。它墙上的面积就这样而已，就这么小，好不好？它是我们说的最宽130几，是它两侧的宽度，我们一定是量最宽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又好拆，它直接拿下来就可以。对，轻轻松松，好拆。没事，不会拿啦，就用那个。它被枕什么都可以拆，它都是用拉链固定。不会，而且这颜色就是好固。而且啊，如果说你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那种除螨机嘛，对，就是预防过敏或者是那种高温的，对，它消那个消毒的，你就这样子喷一喷就好啦。对，其实在家里我们回家现在一定都会先把衣服换掉。嗯，没错。是能多脏？说真的，真的。对啊，是能多脏。那灰尘我教大家怎么处理。来，灰尘的话其实非常简单，基本上你只要用那种小型的吸尘器去吸它就可以了。那还有一个方法，我最近发现很实用，就是家里都会有一些小苏打粉吧？有，是不是居家必备？有，对。对，那小苏打粉怎么用？洗衣服也会加。小苏打粉完完全全不要去加水，那小苏打粉直接撒在我们沙发上，直接撒，薄薄的。对，薄薄的撒上去之后，你大概静置5至10分钟，5至10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再拿吸尘器把粉吸起来，嘿，板娘好，好不好？就可以有防螨加除尘的效果。板娘，防螨加除尘，帮我分享一下。所以小苏打粉是真的蛮好用的。所以大家如果小苏打粉好像很有一点除菌的功能。对对 对，就防螨然后除尘。对，如果说你家比较容易会有灰尘，因为房间的地方其实比较容易有灰尘，所以其实就可以用这种方法。那这个就是一块一块的，很好拆。不用担心，那这种布套我们会比较不建议你自己拿去清洗，因为你洗缩水，因为它比较便宜。那如果你洗缩水也会比较麻烦。其实它可以，如果它真的要洗，因为这个都可以拆，对，你就上到干洗一洗衣店去做干洗就好了。帮你做干洗其实也会比较好嘛。对，你做干洗就好了。因为一张沙发其实你要做蛮久的，宽度多少？134，134，边边到边边，双人的哦。边边到边边134，对，然后它的深度是95，深度是95，宽度是100，对，没错，34，134，等一下，双人的要看双人的，对，双人，这是角色，双人的宽度134。如果家里想要3+2+1，这一款都有出哦，这款都有出，请私讯小编，可以私讯我们，要加凳不加凳都可以，要加不加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你家怎么配比较美，你就怎么配，对，随意你搭。胡一姐，我们再坐上去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好不好？你坐这边好了，你坐这边，坐这边，然后牌子放这里，好，来。原价双人高背沙发10799，有点曝光。直播价8500，你安尼敢无看到啊？嗯、欸，有点曝光。安尼。好。原价10799，现在特价8500块，好不好？宽度134哦。宽度134哦，价位就是8500，我们现场是两人坐的。真的，直播价真的就是超甜的，而且我们的东西就是含运哦，含运给你，含运送到家，但是我们没有再另计运费了。对啊，但是公寓五楼我们只办到4楼，只要你是公寓的，公寓五楼要给加200，对，要给司机一些搬运费。对对，那个再问价位啊，对，8500，8500，直播价8500含运。送到家，现场双人做的，现场双人的价钱，其他单人、三人私讯小编，没错没错。然后他有凳啊，看你要不要加凳。对，反正大凳跟小凳，对对，大凳跟小凳。
大凳在那边，小凳在这边。然后如果要的话，你一样是我们只要是直播，一定是甜甜价。甜甜价。那你私讯小编，我们等一下下播的时候会一一回复。对，没错。从我直播第一天开始都说要免费帮人家算都没有人要算哎。没有算是。对啊，好奇怪哦。我们这边又不是那个紫微斗数之类的。没有，我没有紫微斗数啊，紫微斗数没像啊。8500含运给您，好不好？我最近一直在想说我不要再讲好不好，因为我很常在讲好不好这三个字。啊啊，你不要讲好不好，你要讲什么？买下去。对，买下去。8500哦，只有今天私讯的才有8500这个价。对。只有今天才有哦。8点前我们下班前私讯我们。对，私讯我们。对。那他一样有3+2+1，有兴趣的私讯我们一样给你甜甜价。你就打 M+1，M01+1，M02+1，M02啦。哦 ,M02, 对不起。有我休两天啊。困到不知道人去啊。对 ,M02+1, 喜欢 M, 会私讯我们小编好不好，那没事出门。好，那刚刚有人想要看那个皮的。皮的。皮的。皮的 L 型沙发，那因为我们现场我们是放布的，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张一模一样的，它是皮的，黑色的皮跟咖啡色的皮，我找出来给大家看好了。刚刚问 L 型的真平凡还在吗？这张超大的。很舒服耶。对啊，这个可以躺着睡觉啊，躺两个人都没问题。对，真平凡还在吗？ Hello， 你还在吗？你要看 L 型的。 Hello， 那我们大概就让他看一下好了。好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原价是18000多。你说皮的吗？没有，布的。布的。对，客人说皮的，你报一下皮的价钱好了。好。今天直播人数都蛮多的就是有至少这样我比较开心点。那个皮的官网没登哦。还没有登是不是？对。好。它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一个是皮的，一个是布的。对。然后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它的尺寸材质。它的宽是254，深93，然后如果加上那个 L 的部分是168，对，总高是78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再私讯你，你可以先私讯我们，你先私讯我们、哦，真平凡，好不好？先私讯我们，然后大概的长度就是这样子。这一款是254，是不是？对，254。对，然后它有出皮革款的。那我们再帮你看一下有没有货，我帮你查一下看有没有货。对，因为现在目前官网好像是下架的，我们再帮你查，然后再你先私讯我们，我们才有办法回复你讯息哦。再麻烦你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些，刚才有人问那个衣柜，我们大家先去看一下。哦，真平凡说没关系，你再介绍给他听。对对对对，我刚好看到。对，你再介绍给他听。刚刚问衣柜的朋友还在吗？问衣柜的朋友。问衣柜的朋友还在吗？在的时候挂声一下哦。对，出个声音让我们知道你还在。有没有觉得我们门是挺美的？还在是不是？那请问一下林小姐，你有想要看什么样的衣柜吗？你有一些需求吗？华门衣柜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介绍一个比较北欧型的华门衣柜给你。好，就是这一个。因为我们现场滑门的有只有这一块吧，对吧？那这一个呢，它是比较偏北欧型，然后滑门的。北欧风滑门。对，北欧风滑门的，然后基本上它非常的好吧，
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不好滑。然后底下有六抽，对，就是下面你可以当斗柜用啦。对，没错，它抽屉非常好推，非常好推。然后上面可以挂东西，对，一边可以挂长板的，这样有看到吗？对，胡姐，你来使用，然后我来 take， 好不好？它有分两个哦，上面滑轨的地方有分两个，这边可以放我们长板的那个外套啊、衣服啊，嗯，然后另外一边它下面有做一个隔层，这边你可以看你要怎么用，而且它这边有三格，可以让你调整。三个高度可以让你调整三个高度，对，它这边可以让你调整三个高度，然后这边，所以你这个甲板不一定要放在这一层，你要放在下面一点也可以，这一层也可以，对，对，啊，你不放也可以，不放也可以，你的长板衣服，对，你不放你就拿掉，对，如果你挂物真的比较多，对，它这边有那个，对，隔就是隔板的扣，对，隔板你可以自己选，对，你可以选择说你要放在哪里，好。然后这一个很好配，它比较偏雪松色哦，雪松色。然后下面抽屉都很深，对，很深，很好啦。你可以放 T 恤，还有贴身的衣物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你也可以藏私房钱。它很深，真的很深，它很深，每个抽屉都很深。你看我们的手下去，这样子，大概在我这边，有没有？真的很深，它很深，而且它超好推的。它滑轨，它五金滑轨用得很好哦，用得很好，它很好使用哦，真的。你看我这样子滑成这样，滑到疯掉。那两个那边臭的趴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一个啊，它原价是18000，我们跟大家讲多大好了，多大？好，它的尺寸是116公分，40升，211公分高度。对，它这个还不到4尺啊，还不到4尺。对啊，30多一点，因为它的宽才116，差不多接近4尺啦，才差4公分而已。因为现在其实差不多，我们这边都放有些比较小的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空间没有那么大，嗯，那可是我又想要收纳空间比较多一点的，我们就会推荐它这一个。然后这个颜色又很好搭，啊，它是比较雪松色，看起来很清爽，啊。对，看起来很清爽，我们近看一下它的感觉。然后这是它的，它很好推，超级好推。那买滑门就是要省空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它真的很省空间，滑上瘾了。滑上瘾了。对。那这个你要报价吗？我告诉你哦，如果啊，如果有喜欢我才会报价，啊，没有的话我不会哦。那如果你因为我们现在直播直接报价就是赔本卖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说要卖这个。有喜欢的加一。对。那我现场报价。就是没谈啊，对，有喜欢的你们再加一，我们再报，因为这个本来我们直播版没有卖这个的。加闲这也可以当斗柜啊，如果你要当斗柜的话，旁边有一组，等一下可以开给你看哈。可以先下定晚一点再寄出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直播一定要先汇款，然后你什么时候要送，你跟我们讲，我们会帮你压那一天的配送日。不是说你买了下单，我一个礼拜就帮你送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还是要由我们物流去安排。你可以说你希望大概一个什么时间送货，嗯，那我们就会帮你安排，我们会在订单上面备注，然后给物流去安排。配送前3天，物流就会打电话跟你说时间了。前2至3天，对，前2至3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去那个有人在想要询问斗柜，反正8点以前下单都算。那衣柜没有人要问哈，那没有人要问，我们就 我们没有要报价，我没有报价哦。对，因为这个我们就是赔本，好不好？我都不爱讲啊。来，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斗柜。刚有人在问斗柜，那斗柜的话，其实我们加的都是比较有浅的跟深的，那。胡姐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古董柜。宇芝说他的电视柜，你跟人家讲。有，宇芝等我们一下，我们没有忘记。这个啊，古董柜啊。因为刚才是先问衣柜的哈。它宽是80公分，它的深一样是40，一般正常的啦，都大概深度大概都40左右。
然后啊，它的高是118，将近40的高度。对。然后它是做配色的，上面这个是有点那个清水膜。清水膜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它是凹槽的那个拉扣。凹槽的哦，所以你不用怕说什么没有凹槽，你们很容易夹到手。它是凹槽的。它的五金滑轨一样很好。很好滑，我们可以近给大家看一下。对。近看，你要在做臭小孩是不是？要一直拉关拉关。没有，它是有凹槽，有看到吗？凹槽有这个凹槽。然后它的原售价是8899，8899有够便宜。当然会给你甜甜价，有的。对。你跟我加一，你有确定要买的，你加一我才会报价。对。啊，不然这边后面都是给你们点菜的。对。对。点菜我们就不报价了，我们就是给你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。好不好？啊，如果真的喜欢就私讯我们给你。对，喜欢就私讯我们甜甜价。这个斗柜为什么我们会想卖的原因就是它后面你看一下，有美背，它有美背哦，它不是一个丑丑的。我们远看一下，它不是一个板啊，它是薄薄的一片板哦。对，它连背面都它是有做美背的哦。美背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水当当，对不对？有十包不？有。我们就是硬挺啊，好不好？你怎么敲？十磅哦。对，硬挺，可以吗？好，电视柜，好，我来介绍一下。电视柜，这个会不会太大、啊？我们介绍那个，他因为他家可以放200多的、哦，我们介绍那个可以伸缩的、啊，不是伸缩啦，电视啊，不是电视，对不起、哦。我们胡姐今天累了。老回啊，好，现在工美皮啊。来，我们，你有想要看什么样子的吗？雨姿。你那个200多，你真的要买那个伸缩啊？不然也有80的啦，要看他喜不喜欢，就240啊。对，你有想要什么风格的吗？雨姿，你想要的是工业风，像这个就比较偏工业风，然后也有就是比较北欧风。你有比较想要搭配的样子吗？对，要很破火。哎、欸，我们蓝正龙是拼了命的在直播哎、欸。乡村风，现场没有乡村风的、欸，只有另外那个有颜色配的，看他喜不喜欢。你说那一个吗？好，那小编有推荐你一个类乡村风。小五妹有推荐，不然等一下又要被骂了。一下可以回家。哎、欸，徐云，徐云来了，Hello， 徐云，吃饱了吗？我们介绍这一款电视柜，它是可以滑的、伸缩的。其实我觉得 OK 啊，如果你说以乡村风来讲，对啊，因为它也就是白白净净的，而且它出来有点纹路。小心点，姐小心你的腰。你来这里，你来这里，你来这里，我来拿。我们乔五说小心我的腰啦，你看你的小蛮腰。我的小蛮，你把俏姐给射瞎哎！我人是不是很好？蓝正龙，我的小蛮腰哎，丢丢丢！来来，我们把它拉。你看，为了你，我们把它搬出来。你看，我都牺牲我的小蛮腰。小蛮腰，雨姿，你看清楚。等一下哦，我调个角度让你看一下。我在找陈一博公，你的大卡车。来，拉出来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我们推荐你伸缩的，因为这个蛮好看的。238真的有点大哦。那怎么拉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来，你往那边拉，要这样，这样要排成，不要排成。然后你往你拉白色，我拉上面这个是人造石，人造石面的。然后我们就往旁边拉。哦，破了呗？没有，要拉。来。拉上去，最高。哦，你是不是拉一个太开心了？我的小蛮腰受不了了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好，最宽就这样子。对。乔虎，你不要一直笑啦。好，你看你们两个受伤了。是我受伤，蓝正龙不会受伤。有没有？这样够大吗？哎，帮、欸、我们帮那个雨姿量一下多大、哦。好啊，我去拿。呵呵。
先不用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宇芝说感觉不好用啦。不是，宇芝通常不会一直移来移去。对，不会一直移来移去。叫司机帮你就定位就好。对。对，叫司机帮你就定位就好。你没用过，你怎么知道不好用？对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现在不要争。我们拉的这么辛苦，你跟我说好像不好用。哎、欸，我的小蛮腰都已经闪到了。来。张多大？我拉到最宽是254哦。254。你是拉到最宽是254。254。那你也可以不要那么宽。对，你可以自己去调整。你可以调整你要的那个宽度啦。没错。哎，我们蓝正龙是暖男哦。喜欢的请私讯我，我先帮他过滤一下。笑死。哎、欸，好了啊，我们再介绍另外一款好了。好啊，那你要介绍哪一款？旁边那个。哎、欸，没有238的宇芝。无嘟嘟啊，好都不是。你家238，你是住一楼吗？你如果不是住一楼，也没办法搬啊。这个吗？小五，这个可以吗？加宽都。不是不是，你介绍他那个旁边视野的那个。哦，来。来，我帮你一起推回去。一、二，我的小蛮腰啦！再推进去。好。哎、欸，透天哦，宇芝说他透天。哦、oh。透天，你只买一个电视柜说不过去哦。对啊，你应该买整户的啊。对啊，你要买全室。来，给你一张我们的名片。好，我们再介绍你一款，也是可以拉合的。这个我觉得蛮好看，我自己个人喜欢这一个，有私心推荐。蓝正龙喜欢这一款。对。哦，今天跟咱咧做粗工，你知无？OK， 宇芝帮我们当司机。你当一下司机看看。对。来，我们进给大家看。司机很辛苦的。哎、欸，我这个不要拖蓝正龙，不要再拖了。好，我跟他讲说最宽可以拉到多少就好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多时髦。新宇说、这个很现代感，一进来就戳到笑点，谢谢。那你要常常进来好吗？答应我。帮我们分享哈。对，这个蛮好看的，我觉得它蛮乡村的、啊。这个的话、啊，它是180公分，然后身我拉一下给大家看，你拉。四十。拉还要拉？拉一点点，拉到最长。再拉，拉好了，不要拉了，就这样。我们好像拉直肠，哎、欸，要掉了，oh， 不要乱叫啊！哦，刚掉的那个，我心脏快没力哦。Oh。 人家都听不到到底在讲什么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大家很爱看我们出糗，我们出糗人数变爆多、欸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话不是这样说，不要这样子。你看那个什么，宇芝，你看，我们为了你的电视柜。小蛮腰，古一姐小蛮腰都闪到。佩佩问说升多少？升39。升39。对，然后它是做圆弧的哦。做圆弧的，所以不用担心会打到。这只袂歹，这只嘛袂料，照料袂歹啊。它卖很好。它卖很好，这只照料袂歹。重点它很好看，你看它的滑轨。它又要玩滑轨了。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真材实料。板材真材实料，对啊，他这家的板材很好哦。对，这家的东西都是好货，好不好？真材实料，不怕你用，这很耐用啊。好好好美哦。啊，你家透是不是很美？眼光很好。下一位没有了，宇芝。下一位，宇芝你没有了，我们电视柜没有那么多。你要那么宽的？对。如果你要其他的，你要私讯小编。对对，没有了。私讯小编拍照给你看。对，拍照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没有电视柜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有人问斗柜甜甜价哦。斗柜甜甜价刚刚是8899。8899是原价。原价好，甜甜价报给你。我报给你。电视柜的造型不错 ，Amanda 眼光很好。你要买哦。甜甜价，我现在报一个甜甜价哦。你说谁？你要报给谁？等一下。先报给谁？
这家有伸缩餐桌或书桌吗？有伸缩餐桌，也有书桌啊，也有书桌都 有,、啊、都有。来，去拍他给他看门。我先把这个处理掉，等我一下。你说那个斗柜是不是？你要斗柜你要先报吗？还是给小编报？志贤，你我不是我们两个闪到腰，是我。我们蓝正龙不会闪到腰，他年轻力壮。你姐来帮我推进去。你看他还要叫我帮他推进去啊，他一个人也是没办法啊。对，这个真的是要好了帮忙。好，阿姨回去。伊就是看安那嘞吼，搬来搬去，哪有欢喜啊？对，就送的啊。就送的啊。客人都这样。喜欢看我们出糗。推里面，他那个脚，巧虎笑太大声了，巧虎，他有在尊重我们吗？他一点都没有尊重，还说我是小蛮腰，要命了。用 L 型的电视柜更好，志贤，你要早点说 L 型不是这样介绍的，好不好？你说要 L 型，我们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你们有一个队友一直笑，对啊。你不能叫他姐哦，你叫他姐他会生气哦。今天两位是在做运动吗？我们在卖命啊，阿明达。刚才那个弯毛秃毛又没上来。对，哎，现在几点了？我们好像聊得太开心了，是九分，还可以再聊一下。因为我们今天晚了。对，我们今天晚播。是说啊，这个啊 ，L 型的，它旁边，它旁边有一个，就是你可以放书柜的地方。那看你要放左边、右边都可以。都可以。来，书柜。对。书桌。啊，这个不一定要两个，你要一个也可以，你不需要你放那么多东西，你就一个就可以了。它是分开的。然后那个书桌啊，啊，那是回纹针啊，就把我。收回纹针。无啦。那个书桌啊是四尺的。四尺的。对，它的宽121.5。深59.5，它的高是含这边那个高哦，是197。书柜高，哎，我们很值得，我们卖笑，你看人越来越多。我告诉你，大家午安。如果直播人数要破几百？500。破500。胡姐就把面具。我拆面具，没有500，死都不拆。笑死。我直播人数给我超500，我就猜。还有想问的吗？我看一下 ，L 型电视柜，然后宇智要私讯小编嘛，吼。对。然后伸缩餐桌，伸缩餐桌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介绍。对哦。对，我们现场卖最好的。然后因为现场卖最好的那个，现在小编坐着在用啦。对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。上一次有吗？前礼拜五的时候有介绍吗？有啊，不是我跟你吗？不是，礼拜五不是我，不是，对，你跟艾莎，对，我跟艾莎，我跟你说，等一下一样是下播，我们就是截图那个给你，那是谁啊？陈香宇，你太晚进来了哦，都几点了？这样是不对喽，你故意的哈，完蛋了，陈香宇，每次叫你做的事，在家都不给我做，你试试看，不要让我遇到你，我想要你介绍啦，来。想要介绍什么？宇智说想要你介绍。我们蓝正龙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宇智，我们现在有提倡一个东西来。什么来？把我们的分享。不是分享。什么东西？宇智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门市有在提倡一个，如果你需要我们亲自的为您服务，我们是可以的。我们可以跟你加 LINE， 我们做。那个什么，导游，对，我们做导游，帮你做导览，你线上预约，线上直播1:1，然后你指明说我要胡怡姐服务，没有，你说我要蓝正龙服务，我要胡怡姐服务，就会有人服务你。你看啊，你看那个香宇啦，好不好，我就知道他喜欢你。香宇，你再去睡吧，不要做梦了，好不好？线上1:1是我们现在门市就是。
配合就是对防疫情间，因为今天又延长了，又延长到6月28号。对，大家真的就是没事不要出门，不要出门，真的要买家居来东道，对，蛮顺的。没事不出门，买家居来东道。东道OK。我们现在有线上的视讯直播服务，你要看什么商品我们都可以一对一介绍，那麻烦先到我们的门市粉丝团先填写一下表格好不好，拜托你们大家。人家我跟你说哦，我门开开在等你哦，我是门市的门开开在等你，不要想哦，安心购物，在家不出门也可以逛家具店，对，没错，我们敞开的大门在欢迎你们，对，没错，你们不用买没关系，要听我们介绍欢迎好不好，对，你就留言，那可能我们明天如果现场有的我就可以帮你介绍，没错，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全部啦，我们现场空间也是有限，可以指定胡怡姐志贤，没有，胡怡姐就是你的了，志贤送你送你。没有，我送人没有钱啊，我卖没有钱，你不要指定我。你志贤，我知道你要买被纱哦，胡怡姐在帮你算钱了，胡怡姐下播就跟你讲，对，给你甜最甜的那种。啊、你要跟我讲你几尺啊？你没有跟我讲几尺，我怎么帮你算？你要跟我讲你几尺？你要单人、双人、三人？你哪有娶某，你就要加大号啊？对，这个服务很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过来冰来冰去啦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会搬来搬去。你知道我们这样搬啊，就满身汗了。真的，你看司机多辛苦。你看司机搬了又要装。所以我们大家互相体谅一下，麻烦各位了。对，你不用跟我比的一样，你可以这样子啊，阿门。没有啦，什么叫都一样啦，我们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，没错，然后共体时间，我们大家互相体谅，这样就会天下太平。还有没有想要点什么，各位？其实我真的觉得啦，因为人心哦、喔。人若无叫天理吼，天就无叫价值，所以我们人心要善良，真的，对，善良很重要，对，外表会老，人的心善良比较重要。志贤说贝莎跟卡蜜拉，你要推荐他哪一个？我跟你说，志贤，那个贝莎会比较硬一点，卡蜜拉是蜂巢式的，所以他会比较嫩 Q 啊，看你要硬的还软的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胡怡姐呢？我喜欢硬的，我喜欢贝莎。因为上面都是一样有一层乳胶嘛，但是它就是里面的独立桶结构不一样，一个是蜂巢式的，一个就是独立桶，单单每一颗都一样大的独立桶。然后贝莎躺起来比较扎实，比较硬，然后卡蜜拉就是比较嫩 Q， 就这样而已。胡怡姐要开座谈会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看哪一天，就是聊天等胡怡姐下班的时候。没有，没有，你们慢慢聊。没有。要开座谈可以，我就找个位置坐，然后跟你们聊天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开个胡怡姐心灵聊天室，心灵聊天室，对，然后我后排就带来，顺便算。好，我们让你截图，佩佩。佩佩说要截图刚才那个电视柜，佩佩眼光很好，优秀。哦，你就喜欢我们蓝正龙介绍的啦。这个真的很好看。你截图啦，好不好？我小编会帮你那个。好不好看？你真的是，你看，你再看一下。那真的好看啊，很有质感，又设计感。对啊，我睡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你看它下面这边，它的脚都有做设计耶。对，不夸张。拉远一点。哦、喔。咱两个今仔跟他登岗，你知不？对啊。好啊。我们愿意啦，好吧？我愿意。可以吗？这抽屉说真的很好装你干嘛？那就很好开关啊，很好开关而且你拉开电视柜这一侧拉开，它旁边都可以放东西耶。对啊，刚才我没有拉。上面也可以放啊。不要再拉了，刚才已经有拉了。没有拉，没有拉，没有拉了，没有没有。我已经累了，我累了。关起来了。小蛮腰闪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到一个漂亮的地方做结尾。好啊，好不好？但我们好像很少来这里，对不对？这个哦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就是如果家里有那个露台啊，对，有个小阳台，心情，对，没错。来，蓝色龙，你坐，你可以坐啊。你看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因为不能出门嘛，那我们就放。如果是落地窗整片的，像我们这样是整片的落地窗也 OK 啦，至少你可以看远一点。对。
然后心情也可以好一点，因为不能出门嘛。对。就幻想自己在国外。真的。我们有时候放空都会来这个位置。对。我们老板也很喜欢这个位置。我们老板也很喜欢这个位置哦。我要拉后面一点，不然画面都被你拉。第一组公分，这我们有点大。哎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人有什么想要问的？给所有看，我这个我又关起来，我是个笨东西。哦，你干嘛一直关啊？手太肥。看上面就好了。有吗？好了，不要再按旁边了。因为不是他的手机，所以他比较不习惯。我现在用他的手机在直播的。对，我就拿了一个另外一只借他给他看。哎，我搬到整个头都乱了。不是，好像被打到。你有藕包吗？你现在是有藕包，还没结婚就有藕包？因为其他门市的其他门市的男神都太好看了。哪有？我怎么会输？拜托，我真心觉得我们蓝正龙比较帅啦。我没有私心啦，我这人也不讲胡乱话。我们蓝正龙真的很耐看。啊，那有爸爸、爸爸妈妈够早嫁未嫁吼？真的没有关系，今天很晒啦。然后什么真有色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先不要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女儿？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大家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对啊，那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私讯我们小编。对，欢迎私讯我们。对，然后我们可能如果现场没有的，我们拍目录的照片给你看，或者是截图官网的连结给你。对。然后另外我们会给你报价钱。没错。今天晚上八点以前哦，我们过了就不算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八点以前，八点以前。我们这个真的是让支持我们的粉丝们一点回馈，对，就是的一个甜甜的回馈给大家的价钱。对。你那么支持我，我开心，我也对，我们就回馈价钱给各位。有啊，对，你开心，我开心，大家都开心。老板要钱不要货，对，现在这个时机了，补助也不知道请不请得到，紧价，大家都还在努力，对啊，大家都很努力当中。对，今天六月七号可以开始申请补助了，对，大家记得去按一按，看自己有没有符合资格。那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现在的。营业时间一样，周一到周五2点到8点，对，2点到8点，对，12点半到1点半一样锁定我们的直播。六日哦，六日的话就整天，对，对，整天12点到8点半，对，是正常的营业。然后你们可以先去 Google 打那个预约表啦，这样我们比较好安排。对啊，不然如果我们现场人数已经满的话，可能你没有预约的你就要等了。对，一个小时我们限定三组来宾。对，一组两个人，一组两个人，没错，一组两个人。对，我们现场里面最多只能塞三组六个人，好不好？没错，那再拜托大家多多配合，那也祝大家平安。对，不要忘了我们有线上一对一哦，可以直播看家具。对，线上一对一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见了。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见。那你要什么的，你就再讲吧。私讯我们，拜拜，拜拜。